我现在想要了，你这也太突然了吧！我就是想送给王栋，王栋他喜欢。你林夕姐也喜欢。鸣人和我艾罗，好配。 你还记得我们来是找爱豆的资料的吗？鸣人也是我偶像，自己还不是不务正业，还好意思说我？谁不务正业了？我这是在找爱豆的灵感。Donald Irving Knuth， 计算机程序设计艺术。高德纳，这本书就是计算机界的圣经。高德纳。 当时获得计算机界最高荣誉图灵奖的时候，他才36岁，至今还是最年轻的获奖人。嗯，我觉得吧，编程有那么一丢丢枯燥和乏味。哪儿枯燥和乏味了？困在电脑面前，每天对着26个英语字母一顿狂敲，不觉得有点机械和无趣吗？谁告诉你编程就是敲敲键盘了？它是一种新的探索生活的方式。 没准哪天人类可以通过它增加知识的边界。哎，这是什么啊？钱啊！什么钱？你看，编程不仅仅是为了钱。哎，钱呢？我欠你3000。什么情况？哎，10块，这钱哪来的？都杀光了，都飞走，都怪你。 谢谢啊，琳琳，谢谢嘉诚，谢谢你们还我们钱，有空再跟我们小卖部给你打八折。拜拜拜拜，465，是不是数错了？我再数一遍，都数3遍了，肯定有人捡了钱没还。没想到我们春晖还有这种爱贪小便宜、不讲道德、拾金就昧的人。找钱呐，在我这儿。我就说嘛，我们春晖还是有救的。 400吧，刚好。我看你们俩小卖部生意做得过于发达，想回馈社会，非得在这么高的地方做散财童子啊？什么呀，都怪想，是他说什么财不外露，钱要找个隐蔽的地方好好数。现在好了，人尽皆知。这可是赎你音乐节门票的钱，这么有仪式感的事儿，不得找个浪漫地方来做？嗯，等等，音乐节门票钱凑齐了？够够的，钱不是问题了，不过万事俱备。 只欠你这把东风了。抢票不就动动手指是吗？怎么把季云贤叫来了？你不知道，音乐节的票特别难抢，是一秒售罄，一票难求的程度，必须得找个计算机高手，做外援拼手速，而他就是这位高手。他。 他行可是我们初中部编程队的王牌选手，编程首次快到飞起，要不是因为初三暑假的时候突然退社，现在早该进国家队了。本来以为你只是个编程爱好者，没想到这么厉害。哎，也是时间长没练了，手都生了。倒数10秒了，准备，3、2、1，开枪！ 怎么没反应啊？田个人资料，抢到了，这么快？季云行，你简直太厉害了！这就是传说的新手指吗？赶紧膜拜一下。行了，夸张了。亲眼见到你的实力，确实还挺让人佩服的。 这些都是基本功，等有时间带你去见识一下真正的编程。钱攒够了，票也抢到了，让开，简直是人间幸事啊！小西西，周末我得陪我妈去见朋友，你再帮我个忙呗。你又想干嘛？今天的任务是什么？那张一鸣的歌舞清单。
音乐基础理论，基础乐理，中国古代音乐史，约翰·克里斯朵夫，西方文明中的音乐，这听个音乐节有这个必要吗？我也表示质疑，但他说他要带着极高的音乐涵养去听他喜欢的音乐现场，跟音乐来场灵魂的对话。行吧，上车。走，抓紧了啊。嗯。没想到为了次音乐节，我家姐居然学习全世界各国的乐理知识，实在佩服。这大概就是榜样的力量。我记得我第一次学编程的时候，也跟他一样，狂热，恨不得一天把所有编程知识都学完。你之前那么喜欢编程，为什么后来又放弃了？说来话长，以后再跟你说。故作神秘，快点找书啊！找完我们去吃饭。在哪儿啊？您好，欢迎光临。您好，要一份多人套餐吗？好的，您稍等。点那么多，你吃得完吗？我对你的食量还是很有信心的。让你失望了，我饿过头了，现在已经对食物失去欲望。先生，您的多人套餐好了。谢谢。哦，对了，我们店今天推出特别活动，满50可以获得一份玩偶盲盒。盲盒？嗯，在这边。哇，这也太可爱了吧！这个我能要一个吗？这个不好意思，我们必须按规定来，而且盲盒获得这套玩偶的概率也不低哦。你喜欢吗？送你。如果没记错的话，这4份都是我结的账吧？这么多，你吃不完不能浪费，打包回去吃。跟你说玩偶，不要算。他不要，我要。哎，你们俩怎么来了？没大人陪着。你们俩怎么来了？没大人陪着。真小鬼大的。他说要请我吃饭。我妈妈在外面等着。啊，进展不错嘛，多亏你们帮忙。林氏姐姐，你能不能把你手里的玩偶送给我们呀？啊，这个你喜欢就送你。谢谢姐。要什么要？不能要。这两个多好看呢，来拿这俩吧。你瞅瞅这制作的多草率呀、啊！我们还想要这一点，我就喜欢这一对，而且已经送完了。你不是不想要吗？我现在想要了。你这也太突然了吧！我就想送给王东，王东他喜欢。你林夕姐也喜欢。小孩子不跟大孩子一般计较，我们走。你真是的，这么大人了还给小孩抢玩具，小孩就不能惯着，得告诉他什么叫尊老。